高雄大寮菩提山极乐寺将于明年的三月举办水陆大法会。水陆法会是以上供十方诸佛圣贤无遮普施斋食为基础，救拔诸六道众生，所以水陆法会的功德非常大。阿弥陀佛，咱菩提山极乐大寮菩提山极乐寺，在咱民国呢1807年国历。三月四号甲十号，咱才要举行呢这个明阳两日水陆大法会，共七天，农历是正月十七，十七呢甲二三呢共七天安尼，咱水陆内底。有这个七段，七段呢分作呢，咱内段，内段呢，咱请八法师，咱这个六方段请24位法师，净土段咱请8个法师，这个法华段咱请6个法师，莲叶段咱请6个法师，主经段请6个。化验团合看一波这个化验经是两个再来呢，咱也都有这个五等的验口也都再来，咱都有一等的这个在天所以这个法会呢，咱佛教最大的法会就是咱水陆大法会，总共请的法师有这个将近这个70个法师安尼咱菩提山极乐寺虽然伫明年要举行，但是你来当提早报名咱的这个上主的法师咱这个啥呢？为咱这个在时啊8点8点的时阵咱有阮内底上主法师家己呢。有用功，家己呢有共修，家己呢上这个药师经，拢大家呢拢来这个阮的寺楼呢，拍佛仪呢，上这个药师经，药师经上的那上差半个月，然后就上弥陀经，安尼，这呢上的经这拢是假，就是讲如果来当提早报名呢，阮拢会当呢，这个啥呢？带这个念回向，也当消灾免难，祖先也当离苦得乐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历代帝王没有欲增求起水陆法救苦之事，所以大寮菩提山极乐寺明年将举办这场明阳两历的水陆法会。水陆空亡都需要群体普渡，以慰亡灵，死者得安，生民获益。凡欲参加水陆法会者，可至大寮菩提山极乐寺报名参加。十方新闻王天伦陈一上高雄蔡文国道。